利拉德。今日美国体育中心综合报道，拓荒者明星后卫里拉德 Damian Lillard 今天在主场迎战热火时砍下32分，中锋诺基奇 Joseph Nurkic 也得到27分，率球队以115-96击败热火，拓荒者夺得10连胜，持续占据西部第三。三节打破荒者领先16分，但第四节初热火打出一波18-2攻势，一度将比分追到三分差。里拉德这时跳出飙进三分，带领球队打出11-5攻势，拉开分差。里拉德在下半场就拿了21分，帮助球队稳稳拿下胜利，近期处于10连胜状态。拓荒者以里拉德缴出32分、10助攻、5篮板的表现最佳，诺基奇有着27分、16篮板、3助攻的优异表现，麦考伦 CJMC-Colum 17分、透纳 Evan Turner 13分、柯林斯 Zach Collins 10分。热火控卫卓吉奇 Karan Dragic 23分、T强森 Tyler Johnson 17分，温斯洛 Justice Winslow 15分，艾灵顿 Wayne Ellington 11分。拓荒者目前战绩41-26，占据西部第三，与第四名的雷霆拉开至两场胜差。里拉德今日美国诺基奇美联社